冰体贴都变成了童话。我拿我的单纯呢，很荣幸今天站在这里代表全体新战友发言，心情万分激动和自豪。重生比先蜕变，成长比先磨练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加钢淬火，我们随汗流掉的是娇气，苦难磨砺的是勇气，风雨翻打的是锐气，口号喊响的是豪气。我们已经脱胎换骨，有了军人的模样。我们深深感到使命神圣，责任重大。敬贤是团结，更是一种责任。敬贤是传承，更是一种初心。战友们，新的身份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，开启了我们新的征程，让我们共同携手。